在200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展开了疯狂的侵略，中国军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東京に送り届けるんじゃ。玉山、どのように送ればいいか分かるか。もちろんです。私が生きているうちは金塊を守り天皇に忠誠を尽くします。いかなる代価を払おうとも、この金を何 してでも帝国に送り届けるんじゃ。はい、出発。 运送黄金的日本鬼子伴作一支普通的换防队伍悄悄进行，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瞒天过海偷运成功。可狗日的，做梦都没想到，山东解放区鲁南军分区已经获得情报， 立刻命令八路军独立团一连即刻赶到峡峪谷，阻截日本鬼子，夺回黄金。给我打！你走开！给我直接的咬住鬼子！你让仇人这帮鬼子把他们绑定了！快点！
我叫程小兵，我童年的故事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你这个笨蛋！请问枪一响，肯定有鬼子过来。哥，你太厉害了！你牛！姑娘们，别开，别碰，别开！哎！我干啥？打！啊！哪个？哎呀！
下刀。慢点。参加游击队的时候，就带上我吧。就你还想参加游击队？游击队可不要地主队，我才不是地主队呢。我爹我娘都被鬼子给杀了，我爷爷早都把弟弟分给你们了。嘘，你等等等等等等等，看你当寡的吗？还是没打中，笨蛋，这都打不中，还想参加游击队？和汉奸的翻译还差不多，他是汉奸的翻译呢。你怎么送？还你裤子？谁拦你啊？你个混蛋！嘘嘘嘘，都别吵！你下车！我干嘛的？我别动！好可惜。村里人鬼子进村了，快快！肯定行，程老伯，你带着大娘他们赶快到林子里躲一躲，这里有我们这些老家伙得护卫他。不去，我已经是男子汉了，还要替去前线抬担架的大人们保护你们呢。哎呀，你这小屁孩拿什么保护我们呢？哦，爷爷奶奶，你们在这块等一下，走，咱们再铺垫去，快，拿篮子，对，走，哎，拿篮子，快，小心点，小心点啊。到那边，快快！喂，元美女，下面一点。杨狗文，杨狗文，说的是，可能还干你吧，闹心，多个中啊，好给不，谢谢的。
喂，你是谁？全死了，是是是，少了一个、啊、鬼子掉井里面去了，还有箱子，我去看看。不行，鬼子手里有枪，还挤上身了，不摔死也淹死。这俩车真叫人不舍，让我。
送你们下地狱。包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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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老白的卫生员受伤了。包哥哥，你可要坚持住，我们全连的弟兄都喜欢你。你不是让我一直给你画张画吗？我画了，看看，你看看，都是我给你画的，都是我给你画的。八路，八路，八路，你看看这姑娘胸部受伤了，你们男人不能看，赶快到那边去，快去。好。姑娘，这是盐水，你可忍着点啊。我尸体要把这清理掉，把金银子擦干净，鬼子马上就会来的。哎，这是什么？这是黄金，这么多呀！井里还有黄金，还有一个鬼子。啊！什么也没有啊！陈老伯，你把鬼子尸体拖走。哎，好，你把驾车拖走，快点，快快快快快快！
了八路哥，井里还有鬼子，还有个箱子嘞。你确定吗？嗯。走，带我看看。陈老伯，你跟着孙八路一起去。大舅奶奶，你去招呼你八路，我们搬东西，好吧？好好好，快走，三妞二妞。走，赶紧。得下去，还是我下去吧。我是八路军，我下去的。周围几个村都没有人有的过我，还是让他下吧。对，那行，你下去，注意安全啊。嗯，有事你咬紧唇。嗯。好，放心点，小心。嗯，慢点啊，慢点，慢点。好深呐，小心。慢点。あちらの影も見えない。ああ、軍隊は全滅。お前たちは帝国の罪人じゃ。どの面下げてここに戻ってやがれ。ああ。大佐、松山が来ました。どうした？くさい、くさいな、お前は。今、殴ったりよ。まだ、四個上にあります。まだあったか。おいしょ、くさいな、お前は。向こう行け。あっちげも。こんなもん持ってちゃいよ、お前は。持ってけ。真的？真的？嗯。哎，木箱里东西都捞出来了。在井下没看见鬼子尸体。糟了，肯定爬出来跑回鬼子老巢了。咱把黄金赶紧运到陈老伯家。好，走，好，好，好。哎，你，哎，你要我？你对杨国王熟悉吗？啊，熟悉，我就是本地人，杨国湾。那些娘们儿屁股上有多少个痣，我一清二楚。你为什么叫我马子？我是啊。伯娘们长在屁股上，你为什么长在脸上？
太君，你见见兄。啊，这阳沟湾啊，那些刁民，那是铁了心的跟着八路跑。上至百岁的老头，下至那吃奶的崽子，都很难缠，跟八路一样极少吧。你怕了？不，有皇军，皇军，我谁都不怕，谁都不怕。范先生，你放心，我会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保护你，你放心。嗯，乖乖啊。嗯。Yes, sir. 杨国王，你得罪。是。お前も得罪。我们连在峡峪谷牺牲了好多战士，是狗日的鬼子太狡猾了，他用人做活靶子，是啊，把我们连引到别的地方，把黄金运到这儿，有鬼子用了四川老祖宗的计策，哎，这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嗯，哎，喝正好了。这吊井里的鬼子啊，应该已经爬回老巢了。估计啊，鬼子大部队说不定就在路上呢。那就把黄金给藏起来啊。是啊。藏哪儿呢？这鬼子扫的都是掘地三尺啊。再说，他也知道这黄金就在咱们村里啊。就是啊，那怎么办呀？你们要是信得过我，我们家有个地方，保证鬼子发现不了。真的，大爷，你们家是？就在我们家茅房的尿缸旁边。哎，你们别说，这地方还真可以。是啊，这神仙也想不到啊！是吧？那咱们马上把黄金运过去。哦，走，走，走，快点，快点，走，来这儿。孙班长，来了。怎么了？你要及时赶回部队，把黄金在这里的消息告诉连长。我是想赶回部队来着，可是连长给我下了死命令，要我保护你啊！你傻呀！咱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阻截日本鬼子的黄金啊！对，鬼子要的是那些黄金。如果鬼子找不着黄金，肯定会在村子里实行三光政策。你要把黄金在这里的消息及时的告诉连长，咱们连肯定能在鬼子下手之前赶过来。不但老乡们能够得命，连黄金也捞不到鬼子手里。可是，那你……慢点儿，慢点儿，慢点儿，都放好了吗？啊，放好了。鬼子来了！孙八路，你赶快走，阳沟湾四面都是悬崖，出村的路只有两条，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给他干！不行，你连能干过他吗？我带着。八路哥，光子，我快走吧。
来吃肉。を封鎖しろ。虫一匹でも通すな。行くぞ。はい。太君，只要堵住这个口子和村头这个口子，甭说人了，就那野猫，他也溜不出羊沟湾。杨家沟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听好了，赶快到土场集合，胆敢不听皇军的话，死啦死啦的。啊，记得。哎呀，还大丈夫，常老伯，常老伯，别溜达了，赶紧想个主意，咱把姑娘藏哪儿啊？我这不是正着急呢吗？谁想那狗日的白人他投靠了日本人了，这村里的犄角旮旯他知道一清二楚，这往哪儿藏啊？那怎么办呢？大爷，你们把我绑出去，就说我是你们抓的八路。哎呦，姑娘，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们可不能干那断子绝孙的事儿啊！你还发烧呢，孙班长，你们怎么还没有走？走不了了，鬼子把村子全包围了。啊！鬼子来了，快！皇军的钟声吗？告诉你们，这屋子里有喘气儿的，赶紧给我上土场去。哎，小心！哎，有事通知我啊！行。快！赶紧！八个，你的什么都给我拉屎啊，拉屎。嗯，过去。咋咋的八个。走。哎，跟你说啊，这地儿皇军真用了，你有多远滚多远。你们怎么不讲理呢？这是我的家，凭啥打我们走？甭说你这小院儿了，就是全中国那都是皇军的，有多远滚多远。那你让我们住哪儿？你爱住哪儿住哪儿，滚滚滚滚滚。好，好，我滚，我滚。哎，快点，快点，不是，八哥。哎，滚。
下に行ってアールがいないか見つけろ。よし、花姑娘で。花姑娘。好。哎，现在是正事儿，正事完了，花姑娘的打针。哎哎，花姑娘，怎样嘛？啊，花姑娘，哪里个鬼？你伺候不到外地人。啊，哎，花姑娘的，花姑娘的。王，やつらに教えろ。金塊がどこにあるか、教えれば報酬を出す。大家听好了，皇军说了，只要给皇军提供消息，皇军是大大的有赏啊！教えないと、スラスラで。听见没有？不说，通通都要死，都要死。もし金塊がどこにあるか、それさえ教えれば、自分の子供のようにみんなを守るからな。听着皇军说了嘛？啊？你们啊，那就是祖宗，不管老少，你们都是皇军的亲爹、亲妈啊！王，情报があれば、俺に教えろ。皇军说了啊，回去好好想想，有情况马上报告，要是不说，皇军就采取。行动了，开山！天亮了，老乡们怎么样了？没听见枪声，应该没事吧？出発！没事吗？啊！
見つからない。お前、銃を置いて食堂で働け。はい。姐姐伤得那么重，而且她还不吃不喝，那肯定坚持不住啊。对呀，我在旁边到处试鬼子，饭菜也送不进去啊。那咋办？怎么办啊？怎么办啊？走，走。这个是水和干粮，是你成鬼子了啊！就你小子鬼点子多，我走了。好，哎，注意安全，慢点啊。好。东西，还有你这些小崽子，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啊，那蛇和蝎子故意放在那柴火堆里，是吧？你们这帮忘恩负义的东西啊，啊，我是念在喝一口井水的份上，苦苦的哀求皇军，皇军才没对你们下手。别以为皇军怕你们，告诉你们，皇军的一批物资在杨沟湾被打劫了，谁干的？啊？不说，哼！看皇军的机关枪把你们一个个给突突干净了。喂，太君，俺たちに。全部言え。誰が知っているか。言え。さもないと村の全員殺す。是。大家都听好了，太君说了，知情不报的，枪毙。啊，占为己有的杀全村。嗯，谁干的？乖乖的把东西拿出来。啊。别一颗耗子屎坏了一锅汤啊！啊，难道你们真愿意这杨沟湾断子绝孙吗？啊！这老虎不发威，当成病猫了，啊！七年前，你们勾结八路，差点没把我给毙了。今天是我报仇雪恨的时候，啊！想干什么？哎呀呵，还敢瞪我？你再瞪个试试啊！小心老子崩了你！バカ野郎、ワン、まだ撃つな。こっち来い。太君，太君说了啊，只有半天时间啊，要是说不出皇军的宝贝在哪儿，皇军就要杀人了，一个时辰一个啊，那就再着。帮忙！哦，哟西！啊！哈哈哈哈哈哈！半分解放しろ。半日のうちに俺たちに価値ある情報がないと全員トントンそらさんにいち英雄吧，怎么变缩的乌龟了？
半天就快过去了，鬼子再得不到消息，就会杀人的。那怎么办？バカ野郎！まだ金塊が見つからない。帝国軍人のメンツを潰された。止まれ！太君，让我们过去吧，我奶奶她都要渴死了。太君，求求你们了，太君。おい、あいつを連れてこい。小黑，什么东西？一盏城。喂，小黑，什么的东西？一盏城，方子。我。哎，小子，你看见那玩意儿长什么模样？一盏城，方的，黄。太君，方的，黄金。よし、お前ら、あっち行け、行け、行け。素晴らしい。梁米打哪里？太君，你说话不算数。なんで？你管的那些人。もし金塊が全部見つかれば、お前の功労はダーダーディーじゃ。だがもし一つでも金塊が足りなければ、お前ら全員スラスラディーじゃ。小鬼子，我参祖八代。哎，女子脚，好，好。よし、よし、行け、行け。おいお前、こんな帰れ。Thank you.
った結果私は無能です。死んでまいります。本当にやっていいのか。いやな男じゃ。玉山、お前に悪い知らせを伝えねばならん。アメリカがわけのわからん爆弾を広島と長崎に落としやがった。嘘だ。ソ連は満州に失兵し、帝国は四面楚歌じゃ。日本は負けたんじゃ。日本は負けてない。戦場で死ぬ。そのため陛下は文書に署名する前に帝国の未来の資本を日本へ送り届けねばなら。私たちは天皇陛下を守ります。金塊を持ったら私たちは日本に帰れます。玉山、独立団はすでに我々の計画を見破っとる。いつ殺しに来るかわからん。玉山、俺はな、ある者が金の情報を柱に漏らすことだけが失敗なんじゃ。死してください。ヤングワンは私たちが占領しています。虫の一匹も通しません。华硕中原抗战，前方刺激，我五十万全军杀向前线，打的这些小日本儿，屁滚尿流。哎呀！好好好！我们全军的武器不得行，但是他说的是什么地方的话？四川人。我们村头个幺娃子一个人弄翻他，这里怎么会有四川人？哦，四川来投亲戚的，投亲戚的。要生气，爪子，嘿，你个老东西，闭嘴！要爪子，老子还没得说完。嘿，你还真啰嗦啊！嘿，你娃娃咋晓得我叫啰嗦呢？老子就叫赵啰嗦。哦，爪子，老小子，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皇军听不懂你就瞒天过海，换个别的。
老子跟你说，我只会说这个，你们不想听，怕噻？王，あいつ何言ってんだ？他说皇军被中国人打败了，皇军投降了。啊！巴嘎罗！鬼子唱的啥歌呀？像哭一样。催命曲。催命曲。鬼子快完了。你说，这鬼子要是找不到黄金，狗急跳墙，肯定对老乡下手啊！不行，我得杀出去，我得给连长报信去。你别。再这样冲动，我就不理你了。我是把鬼子伤了老乡。涙を見せるために来たんではない。シナ人は征服するために来たのじゃ。帝国には涙などには。
哎，干啥呀？哥嫂，哥嫂。大力太，马子们，お前何やってんだ？帝国軍人のメンツ潰されただろ。お前すぐ宿舎に帰れ。お母さん。はい。俺がお前のお父さんじゃ。息子は、泣くな泣くな。もうもうもう、しゃぶちゃお。泣くな泣くな、大丈夫やな。お母さん、こいつ連れてけ。アリーナ、おかしい、おかしい、おかしい。だらしない。お母さん、アリーナ。爷爷奶奶怎么办啊？日本鬼子要是找不到全部的黄金，就会拿机关枪把全村的乡亲们都给突突了。只有八路军能救全村的人。八路军？八路军在哪儿？你能找得到吗？孙八路能找到。孙八路被那么多日本鬼子压在屁股底下，你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他救出地窖？就算你把他救出地窖，你能把他送出阳沟湾？只要您配合我，我就能送出来。你吹牛吧，已经。那你说说看。就是把您家房子给点了。哎呀，你瞎说什么呢？小兔崽子，这话你都能说出口？坐下，哎呀，坐下。哎，这孩子生气，分了房子又分地，我和丫蛋就剩下这个宅子了，你们都不放过，这不是要我们爷俩的命吗？想都别想，门都没有。看什么看？看也没用，除非你们把我和丫蛋给枪毙了。丫蛋，跟爷爷走。爷爷，哎，爷爷，爷爷。啊！不了，不了，不了！这这，不了，撤了，撤了，不了，不了，不了！呀！快走！去哪儿？去找八路。好，姐姐，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不要管，你只要把你的眼睛、鼻子还有嘴放水缸里就好了。快点，
还有这个。这是什么？这是我在鬼子住的地方偷的地雷。地雷？快点飞！快点飞！孙杰喜，啊，路上小心。我很快就会回来的。等我回来，啊。爷，小兔崽子，滚！我再也不想看见你。带这，走吧走吧。誰か連れて見てこい。行け。你怕死，爷就不怕死。爷要不怕死，跟你当哈巴狗。马路的有没有？太君，太君，行け。几个太君全部阵亡了。哪里等等，这是我在后山找到的。马盖尔，我买了多多说说的去。ワン、さっきの似顔絵持ってこい。こいつらに見せろ。バールーがどこに行くか吐かせろ。お母さん、お母さん、ああ、お母さん、お母さん、松山、ああ、どけ。很明白。
お前らまだ言わないつもりか。全員トントンスラスラでいいじゃん。太君，我知道黄金在哪，一大箱呢。啥药壳？黄金，就那瞧我给你的那个，一模一样的。哦，よしよし。先頭連れてけ。哎，行け、行け。太君，你在这儿。弟弟，大概。要不我下去？嗯，一定。过去。哎，马贼们。哎，二弟。哦，トイレと。バカ野郎。喂，お前二弟，二弟。都多少个来人？好多大木箱，木箱里边全金子。よしよし、あはははよし、これがあれば日本に帰れる。天皇陛下が守ってくれた。あはは、おい、お前も入れ、お前も入れ、お前も入れ。あはは、わ、みんな連れて、お前も入れ、お前も入れ。
锁上门。八路哥哥，让我带一下。好，来。我们来给江南。金の深く禁念するところなり、もうに今後テイクの多くべき苦難はもとより尋常にあらず、南寺新民の中将も金よくこれを知る。しかれども金は自分の赴くところ耐え難きを耐え、忍び難きを忍び、もって万世のために太平洋を開かんと欲す。今はここに国体を保持し得て、重量なる南寺新民の適正に死にし、目に南寺新民と共にあり、もしそれ情の抜きするところ左に時短を締めくし、あるいは子孫相対。当年喊得不许动，还时常在我耳边回响。这就是我和小伙伴童年的故事，你们喜欢吗？